终于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给你们全杀了。不对，指不定不是狗皮道工。也不对，有几个能用星空之力开门呢？没错，狗皮道工，来杀！你也去。当年你们趁我突破地境，卑鄙偷袭，现在你们送上门来，真是再好不过。小十一回来了，又杀了几个？永恒之火，乖乖，狗皮道工想血本了。无所谓，这墓室七死门八杀阵九迷宫，总能解决他们，问题不大，不可能进来，是吗？看来我们走了捷径。小师傅，怎么样？我说了，你是关不住我的。早就知道关不住你，罢了。这就是圣符宝藏了吗？快打开，让我瞧瞧里面有什么好玩意。还差点东西。差什么？带你看场好戏。倾家荡产不容进来，滚出去！放肆！见到秦家老祖还不拜见？一派胡言！你是谁老夫？想不到老夫闭关之后，你父亲这代竟如此不孝，任由地图外泄，圣物遭他人践。你胡说什么？地图乃我秦家至宝，一直供奉在家族宝库之中。自己好好看看。这不是我的地图吗？难道小师傅真是秦家先祖？果然我眼光就是好，挑的师傅也个顶个牛。不是我没有。依老夫看，不只是地图，你们连开墓的法子都丢了。这圣府尘封千年遭人践踏，全部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不孝子孙。此言差矣，开墓方法我有。乖乖跟爷爷去见八圣子，爷爷就让你少受点苦。就凭你，圣子，九天道宫，还没有我们八圣子抓不到的人，一起上！这么强的气运，抓到他，让他神功大成指日可待。既然你们要寻死，杂鱼我替你解决了，宝物我们平分。极品血如意，断魂花，无极金刚杵，他却只取走了一个木盒，难道里面是解药？圣子钓了个大鱼，是一条接一条啊，还是一条美人鱼？混蛋！是他，把刚才的木盒给我看一眼，我帮你。越来越严重了，也不知道用那食魂液炼的解药管不管用。主人炼的必须管用。可这么久了，他再不来，这丫头就要毒发殒命了。不会的，要信任主人。我当然信他。可，魂丹只能保他十日，红莲，
你留下来保护雪儿。好。玄玉，你跟我走。好啊，去哪儿？圣府。才来了这么几个人，还都是些杂鱼，这点灵力城开的门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圣府里面危机四伏，不是像你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，谁愿来？你成色还不错，可惜来的都是些小鱼小虾。去，多喂点灵宝灵药，把他们往里面勾一勾。是。唉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的大鱼啊，大鱼，你可千万得来呀。许久未见，九公主还是走不得正门。哼，在我第九宫宝阁，想怎么来是我的事，不知圣子在我这儿找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看可以，只是圣子未免太不客气了些。无尽长老就是如此教导的吧？没错。多事之秋，已有圣子殒命。第一圣子，可也要当心点儿。哼。绣花枕头。干什么？罢了，只要找到更有天赋的圣子，白无忧又算什么？这气运好强，这是在大殿。小子，当我第九宫下一任圣子如何？原来一直在侵蚀他的不是毒，是蛊。蛊？看来只有三生永魂丹可以一试。红莲，你去外面守着，就算是只蚂蚁也不要放进来。好的，主人。我错了。我错了！别看了，兄弟，毒解了。臭娘们，老子弄死他！他死了，不然咱们还得在这儿磕上两天两夜呢。他也有栽的一天，臭娘们，活该！不过这也说明那小子确实厉害，就算咱俩战玄境界，也不能轻敌。趁他被苍蝇消耗。咱们得快点了。得嘞。这俩人看着不像好人啊。不行，热闹到处都是，还是先找小师傅要紧。